你好，新年快乐。上一次我玩刀妹的样子你还印象深刻吧？春节快到了，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春节礼物，剪纸刀妹。这是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希望这个火红的刀妹见证你新赛季的红红火火，拿下开赛开门红。下次不要 no 刀妹了，要 yes 刀妹。最后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아이제그졸리면서웃긴선수로시즌에는새해복도많이받으시고좋은성적거두